小七，你好像特别开心啊。因为我家在长安，我要回家了，是吧，刀马？是的，长安就是你的家。那你呢？你去长安干嘛呀？你们还是别知道的好。这么神秘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也罢，反正早晚你们都会知道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只是狼去往长安是为了颠覆朝纲。陛下，陛下，先前为了迎接东都和开凿运河，每月已征用百万男丁，若为北巡和修筑长城再添徭役，便是举国就义了。陛下，远征巡游，大兴宫室，只会大乱民心。老臣二人跟随文帝打下了这片江山，实在无法坐视陛下挥霍国运。陛下如果一意孤行，必是亡国之举，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。裴侍郎，你也是来觐见的吗？裴侍郎，你也觉得朕不该北巡和修筑长城吗？微臣在正夜接到闲报，特来向陛下奏报，一名失踪已久的叛党余孽最近现身西。裴侍郎，朕派你掌管正夜，不是为了打听这种无聊的消息。启禀陛下，那叛党余孽正是花颜团魁首知侍郎。杀了吧。可如今西域是突厥和吐谷浑的地盘，杀人恐有不便。那就吞并他们，办得到吗？微臣不会让陛下失望。很好，即日起朕命你为黄门侍郎，全权处理西域事宜。下次再来见朕，记得带上知侍郎的人头。